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早安！今仔日是圣餐主日，今仔日咱要用圣饼、搁圣杯来纪念主耶稣基督为咱舍命。咱的礼拜也未开始的时，我做几项代志的报告。头一项呢，是恭贺各位中国新年快乐。咱知影，搁几日就是新春了。啊，这个中国年开始，原主的恩典，丰丰富富，满满的降临在咱每一个人身上，在咱的家人身上。第二项代志呢，是讲咱洗礼班搁再要开始了。今年的洗礼呢，是四月初四，搁偌多。洗礼班有分两个，头一个十二岁以上的。咱上课的时间是2月13号到3月20号，每礼拜拜六早起10点到11点伫山顶面进行。第二班呢是儿童受洗的父母班，还是家长班？这个时间呢，咱会按照在父母的方便来安排。你若要申请呢，有可能到咱教会的网站来下载。填了交予 membership@icrc.ca， 啊是来到伫礼拜堂，咱只有申请表，你直接填了就放伫咱教会的信箱内面。咱报名就到今仔日截止，所以五万兄弟姊妹紧紧的报名参加洗礼班，伫国外做领受圣洗礼。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早安！今仔日是圣日，咱要三甲来敬拜主，请咱安静咱的心，咱陪伴咱的心。现在无论你是伫厝内，还是伫礼堂，拢请你站起来，咱要三甲来宣读主话。以后我们要三个来祈祷。圣经的话语这样说，耶和华是至大的，应该大受恶咯。上帝啊，我们在你的殿中消念你的慈爱。上帝啊，你受的恶咯，就亲像你的名字一样达到地极，你的正手满了公义。这位是咱的上帝，直到永永远远，伊的脚引带咱，咱来大家阿头，咱三个祈祷。感谢听阮的主，你的手充满公义，也充满慈爱。在你的内面，阮通得到听，搁得到义，唔是因为阮好。乃是阮通因信称义，因为耶稣基督上帝的羔羊为阮受死，伊对死来搁活，叫阮通仰望伊。伫十字架恩典内面做得着赦免，伫基督的新生命内面成做新造的人，通成做上帝的子女。感谢主，今仔日你的百姓要三甲来敬拜。求主你甲阮每一个人同在，阮爱分别为圣，阮爱避伫羔羊的宝血下面，以后勇敢会凭着耶稣十字架功劳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。愿主你悦纳你百姓的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门，阿门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请坐。咱来三个宣告咱的信仰，数读圣经，请咱大家三个开声来诵读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应，对同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利多手下受难，被钉伫十字架，受死，
埋葬，降伫阴间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升天，坐伫全能白上帝的正边，将来的确对迄只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灵公的教会，我信信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躯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门，阿门。搁落去三甲宣读，同在同使命宣言，同在同使命宣言，咱同在同基督教会存在的目的，荣耀主上帝，成全伊旨意。咱的五大任务：敬拜上帝、军地基督、肢体相通、彼此服侍、宣传福音。咱感谢主，这也是主给咱教会的大使命，也是主留落给咱的大改变。求主帮助咱同在同大家庭，三甲来成全主的旨意，满足主的心。今仔日是圣餐主日，咱要到主的面前，用圣饼、圣杯来纪念耶稣基督，上啊疼咱，上啊为着咱牺牲家己。咱来三甲备办心，用吟诗的方式来陪伴咱的心。十字架就是安尼，咱将咱所有过去敢夸口的物件放落，只那夸口基督的十字架，无阁提家己的功劳，因为家己的功劳不合格，乃是提起十字架的功劳，因为十字架的功劳才合格。兄弟姊妹应该已经备办了你的圣饼和圣杯，请听圣经的话，安尼讲：伫主耶稣受卖迄一暝，伊摕起饼来，伊就该祝谢，以后就该擘开讲：这个是我的身躯，恁每逢着安尼行，为着是要纪念我。请咱三甲来领受圣饼。
请继续三甲来吟诗。圣经过落去是安尼记载讲，当样饭后，主提起迄个杯，伊就讲：“这个是我的血，为着恁所设立的新约，恁应当着安尼行，为着是纪念我。”咱来三甲纪念主。请动心祈祷，感谢救主大听流出宝血赦免，救阮正罪罪人，予阮重生得救，进入天国大门，做主行礼到永远。感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，阿们，阿们。来，咱继续来三甲敬拜主，咱来三甲吟诗，阿罗主的名。Thank you.
感谢主，咱通三个用诗歌敬拜，咱有一日要甲天顶的整天赛三个吟诗，三个敬拜。现在是基督的时间，请咱阿头，咱来三个基督。阮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俄罗斯，今仔日领受圣饼圣杯，搁通上赞上赞上赞。因为主是万主的主，因为耶稣是万王的王，安尼阮就做万主之主的子女，做万王之王的百姓，这个是阮的福分。现在阮到主面前来，将阮的需要，将阮的担当，将阮的烦恼，交伫主的面前。求主你家己怜悯你的百姓，阮每日的生活无停会拄着试探，无停会拄着打击，正亲像使徒保罗讲，阮终日拢面对死亡，亲像得要受胎的羊一样。所以阮恳求主你予阮有够格的恩典，有够格的勇气，有够格属灵的开力。你的话语甲阮讲，无什么物件会通叫阮甲主的听隔绝，无论是死亡，无论是生命，无论是关处，无论是低处，无论是今日的事、过去的事、将来的事，因为主的听永无离开阮，予阮求调这个应允。面对试探的时阵，要亲像耶稣基督用主的话语来升格，面对艰难的时阵，要亲像耶稣基督立志面向各国他，无有导航，无有退步，最终是靠着主被上帝的带领升格十格，对死来国话，成做生命永活的主。求主帮助阮伫基督的德性内面参与，予阮常徛伫基督的胜利内面，求主做阮的力量。主，阮为着今仔日，搁听见这个政府的消息，讲这个疫情的期间可能会久，阮大家人搁一摆将家己交伫你的手中，求主保守阮，无拄着这个病菌，无拄着这个疫情，求主保守阮平安。也保守阮厝内的人平安，也保守阮所听的人平安，也保守阮教会大家庭每一个人拢平安。求主帮助阮，现在无机会出去外面食饭，无机会出去外面佚佗，予阮用搁较侪时间来思想主的话语，搁较侪时间来为家己、为别人。为天国大事大道，让我们好好参加教会的祈祷会，参加早经的聚会，帮助我们每日也有家己读经的时间，让我们的灵命愈来愈健康，愈来愈效法基督耶稣，个人领受基督的操练。求主你也帮助在经济艰难中间的人，面对健康挑战的人，还是有人事复杂所带来的烦恼的人，还是有家内工作顶面其他的问题的人，求主帮助给阮会晓仰望主，给阮知影讲，无论大小事，阮拢通带到主的面前，给阮唔通豆豆挂住艰苦事，乃是叫阮凡事拢借着基督，甲主讲，因为主是听基督的上帝，伊的确为阮开路，伊开的路是好行的路，是顺利的路，是荣耀主名的路，是阮要行的路。感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基督，阿门，阿门。咱感谢主。有主做咱的外壳，咱今仔日通活着，咱有可能面对明日，咱也有可能面对永远，这个是主的恩典。
咱阁落去要来三甲思想主的话，请咱大家人三甲陪伴咱的心，咱要聆听主话。请你伫座位顶面，为你家己祈祷，也为讲道你的人祈祷，互咱同感一灵，互主造就。咱今仔日要三甲思想的经文是《路加福音》第四章，对第十四节到第三十节。咱这个《路加福音》对这个第一章已经现在看到第四章了。来，咱来三甲看这段的经文怎啊讲？圣经讲耶稣带着圣灵的能力到到加利利。伊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各所在，伊伫国会堂内教导人，真受众人的尊崇。耶稣来到拿撒勒，家己长大的所在，照着习惯伫安息日进入会堂，站起来要读经。有人将以赛亚先知的书摕予伊，伊点开书卷，找着一所在。顶面写着：“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伊高我去传福音和双向的人，找见我去报告受掠的得逃棒，痴迷的得看见，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搁宣告主悦纳人的喜年。”伊将书卷卷起来，交还书页。就坐下来，会众来众人拢注视伊，伊就对因讲：这段经文今日应验伫恁中间咯。众人称赞伊，希奇伊嘴中所出的恩言，并且讲：这个毋是约瑟的囝吗？伊讲：恁别唔我讲这个俗语，医生啊！医好你家己吧，也的确讲，阮听见你伫加伯龙所行的一切事，也应该伫你本乡之内行。伊阁讲，我实在甲恁讲，无先知伫家己本乡是受欢迎的。我对恁讲实话啊，当以利亚的时阵，三年六个月无落雨，遍地大起饥荒。彼时以色列中有真侪寡妇啊，以利亚无有奉差遣往因中间任何一个去夺去，只到西顿加略法的一个寡妇去夺去。以利沙先知的时阵，以色列中有真侪犯麻风的人，其中除了苏利亚的乃曼，无有一个得洁净的。会众来的众人听见这话，就真受气，起来该赶出城。这个城原来哦，是起伫山顶面啦。因拖伊到伫山野，要将伊该丢落去啦。耶稣却对因中间行走，就离开去了。这个是今仔日的经文。圣经讲什么呢？耶稣受洗了以后。伊就带着圣灵的能力，伊就倒去到加利利。当然，加利利是伊长大的所在，通讲是伊家己的家乡啊，伊家己的乡里。总是加利利毋是一个城，加利利是一个省份，所以是真大地的一块地。圣经甲咱讲，当耶稣听见消息啊，讲是洗约翰去掠去了，关伫监狱内面了，耶稣就怎啊？耶稣就无搁待伫加利利家己的乡里，就是那些列，反倒当走去到加伯龙徛啦。啊，以后呢，伊就对遐开始讲道，讲什么呢？恁着悔改啊，因为天国已经近了。
这句话也是约翰所讲的。当耶稣讲：“哎呀，约翰入去关监了，伊无通阁讲道了。”啊，耶稣就将约翰讲的迄篇道理阁摕来，啊，伊阁讲一摆以后，阁加上伊家己的信息。所以，只讲到耶稣倒去加利利呢，啊，伊就啊后来住伫这个加百农的所在。你若看最后迄几粒红字啊，讲伊伫遐讲道理的时阵啊，受众人的尊重啊，英文叫做 praised him。其实原文内面迄粒字唔是 praise 啊 ，praise 希腊文有另外一粒字呢，俄罗。你知这里你是什么吗？归荣耀啊 ，glorify everyone glorified him， 受众人的尊重啊，大家将荣耀归乎伊。其实这里你出现在这个路加福音哦啊，有真侪摆，总是咱注意到这样代志。除了这个所在啊，这里你出现在别的所在呢？拢是人归荣耀和上帝。譬如讲，巴蒂玛，伊本来是痴迷人，落尾主耶稣甲伊伫伊个看到了，伊就怎啊归荣耀和上帝 ，glorified God。亲像讲这个各样人看见天使播这个大喜讯。因就真实去这个伯利恒看，真实有一个囡仔包着布倒伫马槽内无？圣经讲，当因看伊讲真实的呢，天使讲的真有影呢。因就倒去，倒去的时就用这里字 ，They glorified God, they were glorifying God, 因归荣耀和上帝。有一摆耶稣伫咧讲道理，有几个朋友将一个未行路的人带到伊遐，阁是对树顶降落来。耶稣就把这个人医好，他就又再爬起来会走了。圣经也是用这个字 glorifying God， 阿罗归，不是阿罗归荣耀和上帝。有一次耶稣到一个城去，看很多人，原来有人死，是一个寡妇的孤儿。耶稣就来，他就把这个死的孩子又再活起来。哇，圣经也是讲啦，讲什么啊？因归荣耀和上帝 ，glorified God 哦。所以有一摆，另外一摆耶稣有十个这个大麻风的耶稣大家拢给医好医好了怎啊呢？有一个外来来感谢伊啊。耶稣讲医好的敢是十个吗？现在倒来感谢的只那一个。阁是一个外省人，一个外族人啊，是一个撒玛利亚人啊。圣经讲呢，这个撒玛利亚人，伊的这个太过得到医治呢，伊就干哪，大声荣耀上帝。所以你注意到无？每一摆这里你出现哦，荣耀是归乎上帝。以后每一摆出现哦，拢是有神力奇事发生。你若看这条哦，讲因归荣耀，现在不是讲上帝哦，是讲耶稣。意思是什么啊？路加无直接讲啊，意思是讲哦，因看见神迹奇事啊。因为那真啊讲道，真侪人会讲道啊，约翰嘛会讲道，列比嘛会讲道，总是耶稣伫加百农，伫伯西大，伫这个撮拉信。行了真多的神迹，所以这讲什么呢？人就归荣耀，何以啊？哇，这也是真特别的一项代志。耶稣就到来到拿撒勒了，伊伫外面受欢迎，到拿撒勒会怎样呢？伊伫遮回转来的人啊，大家拢干哪？怒气天雄啊！就是讲，这兴来拢是受气啊，就起来，说该赶出去，不但对这个会堂赶出去，说赶出城，该拖到倒落啊，山野嘞，要该堵落去，要该杀死啊！为什么会安尼啊？兴这个会堂内面在人，敢是第一热心听主的？咱讲第一热心的人
在世的去会堂啦。会堂内面无一定大家热心哦，甚至有一寡是啊强逼的，因妈妈逼伊去，吼、哦、啊因诶，即个因爸爸逼伊去。会堂内面无一定大家拢是热心的，总是热心的哦，在世去会堂啊，唔免人逼啊，伊家己爱去啊。再讲是第属灵的人，为什么现在要将耶稣拍死啊？嗰是该堵落去哦，该杀害死哦。为什么会遐尼受气呢？咱来看个，圣经讲耶稣站起来，有人将以赛亚先知的书摕予伊，伊就点开这个书卷，啊，找到一所在顶面写了讲，主的灵伫我身顶，因为伊告我去传福音。和双向的人，找见我去报告受掠的，伫逃亡；痴迷的伫看见，受压制的伫自由。佮宣告主喜悦人的喜年，有三项代志，咱要注意是甚物呢？释放、看见、自由。讲到三款的人，头一款的人是甚物呢？被掠的，意思是坐监的啦，吼，关伫监狱内面的，予伊放出去。第二是什么呢？痴迷人让他会看到。第三是什么呢？怀受压制的、哦、那受压制的人不一定是在监狱呢、哦啊、我们记得在这个、啊、第二处世界大战的时候、哦啊、在亚洲所在有一些地区、啊、给日军占领、啊啊、日本那边来了。日本那边不是大家把你关在监狱、啊、有啦，有一些啦，总是其他的人虽然无关伫监狱内面，是受压制啊！哦，就予伊发，就予伊骂，就予伊拍，真艰苦哦。所以受压制哦，得自由。你在真侪年前啊，上帝啊，予我有机会吼、哦，到伫监狱去啊啊，将福音啊介绍予啊坐伫监狱内面的人啊，所以啊在。啊，加换啊，吼、哦！啊，甲咱三甲查经，吼、哦！啊，咱甲伊三甲查经，就讲本地的话啊，啊，迄时是讲菲律宾话，吼、哦！啊，甲伊三甲查经，啊，查经了呢，啊，就散会了，吼、哦！啊，有诶就倒去因家己的宿舍，啊，就有一个少年人，伊就缀着我，吼、哦！啊，到别人无伫咧咯，啊，就开始甲我讲话，吼、哦！伊讲你有法通帮衬我无？我讲要怎啊帮衬啊？伊讲我一张被要寄予我厝内人，你会做替我寄袂？哦，啊，咱想起来讲，你一张被得做嘛一张邮票，哦，啊，得做嘛去一个邮政局，哦，啊去家寄一张被，啊，应该唔是真正大的问题，哦，伊讲会做，讲啊，伊就将这被拄予我啦，哦，你知我家看一张被哦，有邮票无？有啊，有邮票啊。什么款的邮票啊？用水洗掉的邮票啊！因为干哪只？是伊的家内的人寄予伊的邮票啦。伊阁用水给洗起来啦。唔忘迄个印的无去讲，啊人未注意讲，想讲这张邮票也未用，通阁再用一摆啦。哇！伊是双向啊，到迄个地步啦，连要买一张邮票，伊煞无迄个钱啦。因为伊坐伫监狱的内面，只能用这个办法哦。所以我看见伊个邮票，讲你这个邮票应该是袂做的哦，总是袂要紧。咱外面有邮票，那推你搭一个邮票，啊，这个批寄去，你出来人会通寄掉，哦，是安尼。你想这个坐监的人，伊第爱的是啥物啊？伊第需要的是啥物啊？伊真少念伊出来的人个，伊遐也无电话，伊遐也达项无，哦。迄个时阵无 internet， 吼、哦，无手机，所以伊只能写一张批予伊出来的人，是无？这是伊最需要的吗？唔是啊，伊最爱的唔是你替伊寄一张批啊，伊最爱的是讲哦，我一日通离开这个所在，倒去我的厝内，唔免阁寄批，我要甲我的妈妈讲话，就是面对面的讲。我要跟我的阿姊讲话，就是面对面的讲，是无？这讲到什么啊？关家的上帝要给他得什么啊？逃亡，
不是要来安慰你，不是要来送好吃的东西给你，不是替你寄皮啊。痴迷的人是什么啊？不是请你去吃免费的饭啊，不是带你过过路免费车经到啊，是让你的看见。那个受压制的是什么啊？不是叫你再等啊，说有一日哦，欠债在压制你的人会离开啊，乃是要让他得自由啊。你看主想使何人的是什么啊？主想使的人有奇妙不？主想使何人的哦，定定是人最需要的，不是小的，是那个大的，不是只那大哦，是那个最大的。这个是主的奇妙。这个坐家的人第爱的是什么啊？无个坐家。一个痴迷的人在爱什么？没有黑暗会看见。一个受压制的人最爱的是什么？你就自由了，没有受压制了。主将来要想受和这三款的人，今天在你的生命中也是这样。上帝想受你，你有满意吗？你有满足吗？你就会记得这句话，上帝想使乎你的哦，是你第需要的。有的物件袂做乎人伤多，因为那伤多，强强食，腹肚会疼；因为伤多，强强乎伊会犯罪。上帝乎咱是第好的一份，那伤少也袂好势，太多真危险。所以所罗门讲什么啊？唔通让我太过松懈，因为太过松懈哦，我未堪力，会犯罪得罪主。啊，唔通让我想过多，因为想多想赢啊，想赢受试探，会犯罪会得罪主。让我独独啊好诶，啊就是这个意思啦。迄独独啊好诶，就是你最需要诶，其他对咱有危险，这个对咱。是运福，救主帮助咱。总是你若看这段经文，伊讲什么啊？伊告我去传福音给丧乡的人。丧乡的人需要福音吗？丧乡的人最需要的是福音吗？你讲应该是讲，安那无讲怀坐家的，无福音可以啊？坐家的那可以自由啊？啊，迄个痴迷的那无讲福音可以，那讲可以会看见。哦，咱就爱知咯。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在这个传福音给丧乡人这句话啊，哦，当然是对以赛亚来的。哦，以赛亚里面呢，啊，有用这个字丧乡的人，Anavim。啊，到底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咱来看古约圣经啊，会知影讲什么呢？原来这个Anavim哦，啊，有三款的意思啦。哦啊、出现在古约圣经有十一摆、哦、有时阵是讲到什么呢？经济缺乏的人 ，economically poor，economically deprived， 艰苦人。哦，有时阵是讲什么呢？有时阵是讲到这个心灵欠富的人 ，spiritually poor or humble in spirit。哦。啊，还有第三个用途是用什么呢？是讲到一寡在受苦中间的人 ，those who are in suffering，economic poor，spiritual poor，and those in suffering， 在艰苦的人，哦，在艰苦中间的人，其实这段呢是迄个第三个意思啦。伊要将好消息报告何怀？在真艰苦的人 ，in suffering 啊，受苦的人，你在当咱无真准确的翻译，还是解释这段经文的时阵，会产生一寡错误的信息。有的人就强强讲，无这个就是丧乡人，啊，所以呢，无钱的人该传福音，啊，痴迷的可以会看到，哇，这差真多呢。这个痴迷的却无福音，啊！这个丧乡的你无通食，啊！你无去面包去福音，哦！啊，当然伊也需要福音，个坐街嘛需要福音。总是你若看这段经文，个
当你明白的时阵，你就会知影讲为什么伫南美洲出现一款的异端，叫做释放神学 （Liberation Theology）， 强强用经济物质的角度来解释，就讲这是艰苦人，所以咱就传福音给艰苦人。什么艰苦人啊？无钱人呐、啊！啊，所以阿伯入罕唔免计传福音个，因为阿伯入罕真有钱啊。大鼻王咱免计传福音个，因为大鼻王我伊也真有钱个。啊，撒该你也唔计传福音哦，因为撒该是真有钱哦。啊，迄、那个尼哥底表也是有钱人呐、啊。啊，迄、那个阿里马代的约瑟啊，迄、那个提亚索的仙姑去拜葬，迄、那个嘛是有钱人，这人咱拢唔计传福音嘛、啊。你讲唔是安尼讲诶？对啊。这是讲到恩怀受苦的人，什么是受苦的人？无救恩的人是伫艰苦的中间。尼哥底表无耶稣，虽然伫外人目睭中看起来是受尊敬的一个宗教领袖，总是伊有关是康复的，因为伊无救主伫伊的心内，所以伊也是伫受苦的中间。这是讲到将福音传予所有。也个伫罪恶中无救主、无救恩的人，迄、那个则是真正的艰苦。除了这个释放神学啊，对这段经文误解啊，也有另外一国的人对这段经文也是误解，叫做自由神学 （liberal theology）。啊 ，liberal theology 自由神学将行好事代替传福音。伊讲，咱若五人做好歹，迄、那个就是咧传福音咯。用脚手传，唔是用嘴。哦，啊，圣经个人讲，唔是福音是用嘴传的，善事是用脚手做的，咱两项拢着做。总是呢，这个自由神学伊讲嘴盲传，因为讲做会得罪人，所以迄个信息盲讲。啊，做好事大家欢迎。啊，所以呢，咱做好事。安尼来传福音，迄、那个唔是传福音，迄、那个是做好事。好、哦，传是用话、用嘴来传。因此呢，用一段的经文，就是讲到这个耶稣啊，就讲即在山羊讲啊，我坐家的时阵，你也无来探我；我吹大的时阵，你也无给我啉；我无衫人穿，你也无给我穿衫。啊，因就讲主啊，你第时。有种的代志啊，哦，啊，耶稣讲绵羊讲，啊，恁哦，我坐家的时，你来看我，啊，我无衫人穿，你给我衫穿，我无水啉，你给我水啉。讲啊，阮那第时第时看耶稣坐家，啊，这圣经看来看去，耶稣都唔捌去关家呀。哦，耶稣讲，因为你所做的，只要做伫我最小的兄弟身顶。就是做在我的身上。自由神学就常常用这句说，咱哦，若去帮助双向人啊，就是哦，做在耶稣身上。耶稣有安尼讲不？无啊。那时哦，是咧审判咯，哦，王咧审判，将山羊绵羊分开，就讲我最小的兄弟身上，是讲到什么啊？绵羊啊，最高伊的百姓。你若去探访一个关伫监狱的牧师，你就是等伫监狱探访耶稣。你若看见一个基督徒，予人逼迫到到一个地步，人唔会啉水，你会啉水。耶稣讲，你做伫我的身顶，我做小的兄弟顶面，这是审判的时阵已经分开了，才是兄弟，才唔是上帝的百姓。耶稣安尼讲，所以你甲我会明白讲。教会是基督的身躯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你若饲教会，等于饲基督一块饼。你饲伊一杯水，耶稣讲，迄个就是饲我一杯水，是这个意思。这讲到什么呢？伊个我去传福音，和受苦的人，最后一句什么呢？宣告上帝喜悦人的喜年，是宣告上帝的喜悦。上帝的恩待临到人的心中的时间，记得哦，上帝常常将第一好的想输给人，传福音和受苦的人是什么呢？就是上帝的干哪只？是的，上帝的救恩啊，福音救恩啊，
临到在伫罪恶中受苦的人，上帝的喜悦来了。咱感谢主，求主帮助咱。哦，啊，这个讲到什么呢？这讲到主赐予你最需要的，感谢主，这个是咱的福分。求主帮助咱。你在真侪时阵，咱未晓得咱需要什么物件。有一摆，有一个报道队到伫一个所在要去报道，总是一直落雨，所以因就祈祷讲：主啊，报道会暗暝唔通落雨，啊，无人未来，啊，就安尼祈祷。哦，啊，落尾怎啊？落尾落大雨啊！第二，有一摆有一个神学先生，一个神学教授，入去神学院的图书馆。伊咧看册的时阵，看见一个伊唔捌的人，阿弟阿咧看册，伊就甲伊讲话讲：啊，朋友啊，你咧创啥？伊讲我咧看册啊。伊讲你爱看什么册？我通帮助你无？伊讲免免，我家己伫咧学啊 ，self study， 我家己伫咧学啊。你知罗贝怎啊无？罗贝这个学生哦，去神学院报名读册。这两项的代志是啥物呢？头一个。主啊，祈祷祈祷就落雨。咱想说叫唔通落雨，啊祈祷祈祷说茫落雨，想说个无落雨人会来。其实后来上帝去落大雨啊，你知干哪无？因为原来迄个是一个渔村啊，在大家是钓鱼人啊，所以那落大雨无可能去钓鱼，伊会来报道会。啊，那好天时哦，伊会准会出去去掠鱼啊。哦，上帝比人较知，有时阵咱未晓求个，因为干哪只？唔不明己心所需啊！咱想讲是需要何主公，不不不，第一唔通的是，第一唔通的是无落雨啊！咱想说讲就无落雨才对，讲原来唔是安尼。这个朋友讲，我家己看册，家己看册。新学院的图书馆甲教会图书馆无同啊！教会图书馆逐本册拢会做看，拢好势。新学院的图书馆呢，有一挂会帮助你。有一挂是反对信仰的人写的册，神学院在拢着有，因为干哪只啊？咱在拢着恶啊！咱唔在在反对信仰的人干哪只反对？为什么别人读这本册会跋倒啊？哇，原来是讲啊，遐惊人的道理啦！啊，在做牧师的人就会晓讲，啊，这个讲要 self study， 和迄个神学先生真惊啊！讲你若去 self study， 路尾唔知哪变异端未？因为伊在册未晓分辨啊！啊，总是感谢主讲。罗马这个青年人呢，啊，无久就正式报名伫神学院内面读册，哦，要干哪子啊？因为伊已经知影了，是的，咱定定面对两个问题啦。头一项就是讲，主啊，唔通落雨，咱唔知影讲咱需要的是雨啊。第二是啥物啊？我无问题啊，我家己 self study， 我偌厉害咧，我嘛会晓，干哪圣灵兼无伫我身顶。哇，就想讲家己的这个实状是够很稳当啊！啊，其实哦，那这个来跟你讲，你有病无？我跟你医啊，我是医生啦 ，self study 的。哇，你都惊讲啊 ，self study 啊，干那国家无给你牌啊？伊讲因为我 self study 啊，哇，你会惊啊，是不？差不多是迄个意思了，哦。啊，求主帮助咱，有时咱唔知影咱家己实在的情况，咱讲主啊，你要改变我无啊？主啊，你要改变阮丈夫啊！主啊，你要改变我的囝啊！有时阵需要改变的是你啊！所以唔知影，唔知家己的实况，想讲问题拢是伫别人身顶，哦，啊，求主帮助咱。有时阵咱想讲主啊，我第需要的就是这个啦。你只要让我经济好些哦，我就定定去礼拜呢。你让我这个工作好些哦，我再次去祈祷会。其实唔是啊。经济无好势嘛，需要祈祷；你这个工作无好势嘛，需要敬拜。唔是安尼咧讲，我呐安尼就安尼。咱想讲，咱家己知影哦。啊，真侪时阵啊，原来唔是安尼。真侪时阵，咱讲其实我是自由的啊。其实唔是啦，你是自家的，只是你唔知啦。有时阵咱讲无，我是会看到，我唔是痴迷的哦。其实哦，咱是痴迷啦，只是咱唔知。啊，求主帮助咱。啊，当咱挖苦主的时阵呢？主的确将咱最需要的赏赐予咱，当咱倚靠主的时阵，主的确帮助咱，看见咱家己实在的情况，叫咱会晓得
要怎样欣赏，怎样感谢主赏赐予咱的一切。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功课。再落去，耶稣说什么呢？他说这段经文今日已经应验在恁的中间了。哇，众人就开始反应了，说什么？这个剑是约瑟的剑，你讲道都不要紧啊，真够讲道。所以圣经讲众人称颂，伊会晓读圣经，读啊现尊，佫会晓讲道。只是最后讲出一句话，讲什么啊？应验了，应验了。你无哦，因为昨日我无来讲，顶礼拜无哦，顶礼拜我无来，现在我来，我讲已经应验了。大家讲你讲什么大话啊？改经的罪，讲你家己就袂罪啦。因为干哪只，阮都捌你啊，你是约瑟的囝。耶稣回答讲三项的代志，头一项是啥物呢？伊讲，恁在世的甲讲医生啊，你医好你家己；在世甲讲，阮听见你伫家壁拢所行的怀信了，咱拄则有讲哦，信了哦，也应该伫咱家己的乡里行哦。我实在甲恁讲，无先伫家己本乡是受欢迎的。耶稣头一句讲啥物呢？讲恁唔接待我，你知我是谁阿无？主的灵伫我的心中已经高抹我，你唔伫上帝的圣国家。哇，这句话真重啊！佮落去耶稣讲啥物呢？我对恁实在讲啊，以利亚的时阵，三年六个月无落雨，变作大起饥荒，迄个时阵，以色列中真侪寡妇，以利亚无方查见王因中间任何一位去。至到西顿撒拉法的一位寡妇去搭去，佮讲甚物呢？佮另外一个人物，哦，就是伊丽莎时代，以色列中有真侪犯即个麻风的人啊。其中哦，只那一个得着伊丽，就是像啊，苏利亚的乃曼。耶稣讲到两个人，头一个人是甚物呢？是一个寡妇，即个寡妇伊真艰苦。迄个时阵，耶和华的先知以利亚跟阿哈王讲：“那无我的话啊，就袂落雨。”哇，就真是无落雨呢！啊，上帝甲以利亚藏伫这个啊，这个约翰河东的这个所在。伊讲：“遮溪水有水啉，啊，你无物件食，我叫乌鸦摕面包甲麦来互你食。所以早起啊摕，暗暝啊摕，总是到一日哦，因为无落雨，迄条溪煞干去啦，伊煞无水通啉啦。”啊，主该讲什么啊？讲现在你就去撒拉法，去迄个所在，因为干代志，我已经陪伴了解寡妇了，伊会互你食，互你啉。啊，伊利亚真是去遐呢，啊，看见一个人伫遐咧喝茶，啊，一个寡妇，伊讲你互我水啉哦，啊，伊就真是要去摕水，伊讲互我饼食哦，伊个寡妇讲我无饼啊，厝内存一杯面粉啊，存一点的油啊，我就是今仔日茶喝咧倒去煮一个哦。我甲阮囝食了就坐咧等死啊！伊利亚讲唔免惊，你大声给我食，食了恁才家食。哇！先知讲这句话，遐无礼数。啊，这寡妇伊讲伊在要等死，你才家讲啊，无你要食，你先给我食。哎，都甲你讲剩一杯啊，连你都煞食袂饱，哪样呢啊？伊利亚佫讲，因为上帝已经讲了，你的米粉用袂了，伊的油用袂了。直到耶和华降雨伫这个地顶面，讲这个对倒落来，西顿，你有看见迄个地图无？下底迄个黄色的是犹大国，顶面迄个绿色的是以色列国。西顿伫倒落啊，外国啊，伫国外。啊，乃曼什么人啊？乃曼犯麻风啊，总是伊厝内有一个以色列人啊，一个查某囡仔，佮讲，我后边也是伊去撒玛利亚，哦，就是迄红色的。有一个先知在世界以后的啊，乃曼就真是气呢。哇，伊个国王阁退下批哦，啊，伊个以色列王收到这张批的时阵，讲啥？我派我的仆人乃曼到你中间，你才该医哦。讲哇，你是咧招冤家啊！你都明明知我无可能医，我唔是上帝啊！哇，这是要招三拍呢？伊丽莎另外一个先知听见了，讲叫伊来，啊，乃曼就真是来了，哦。啊，来的时阵呢，伊丽莎派伊的工人出去解工，去约旦河水七拜。哇，乃曼真受气啊！我来是要和你医病，你叫我去长药，总无我真臭，就搁长药，搁长七拜，我臭七拜，水七拜才会好些，真受气，唔爱。伊的仆人解讲说：主人啊，
伊叫你做都真简单啦，伊若叫你做大事，讲起什么啊，献祭七拜七日啊，爬七个山，你嘛是会去，敢是？这随身七拜都也简单啦，你去了啦。来慢讲啊，无试看卖，试看卖，真实去哦，水了煞好，去倒落水啊，去遐水啦，约旦河去搭水啦。总是乃曼唔是徛迄底个人，伊是徛倒落啊，伊是徛阿兰嘛，苏里亚啊，所以呢，这两个人是啥物啊？两个拢是伫相对外面 ，outside the Holy Land。因唔是圣民啊。耶稣讲啥物啊？你看，恁唔接待圣国者，上帝选择一个外邦的寡妇，上帝伊伫一个外邦的将军啊。哦，上帝唔敌恁，伊要敌在外地的人，恁看唔起的人，唔是圣民，唔是选民。哇，这要怎啊解释啊？是的。为什么上帝选择乃曼？为什么上帝选择寡妇？虽然两个拢艰苦，拢一讲一寡得罪主、未荣耀主的话，总是最后因两个是干哪只？因两个顺服啊，两个听探主的话啊，照主的话来行啊，是的，属灵的功课来了。当咱好好顺探主的话，咱就蒙主悦纳。你做乃曼，洗身忙洗三拜无够，忙洗五拜无够，洗七拜，因为主讲七拜。你那是寡妇，唔忙讲主啊，这是我要食的，那会做好你啊？你和主的工人食，主和你食未了啊？哇，恩典遐尼奇妙，是耶！顺服主话，接蒙主喜悦，求主帮助咱。咱来三甲祈祷 ，Let's move to the prayer time. Let us pray together. 咱大家人阿头，咱来三甲祈祷。阮感谢主，因为主的喜悦要临到阮的心中，只是求主帮助阮做顺探主话的百姓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来主祷文，咱三甲来。阮伫天顶的父，愿人拢尊你的名做圣。愿你的国降临。愿你的旨意行伫地顶，亲像行伫天顶。阮日用的米粮，今仔日赏赐阮。赦免阮的罪，亲像阮赦免得罪阮的人。无叫阮拄着试探，拯救阮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官兵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，阿门。三一上，咱三甲来。咱三甲起立，咱三甲领受主的恩福。但愿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圣国者甲你同行，保守你平安佮健康。但愿被上帝将伊的喜悦加倍浇灌伫你的心中。但愿圣灵保惠师帮助你佮我做听探主话。的良民，予咱蒙主喜悦，安尼的祝福是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。阿门，阿门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请坐。咱今仔日的礼拜就到这个所在，请咱用一段的时间来默祷。啊，默祷以后也有一寡代志会报告，请咱。这三个注意。